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恩大姨给大家拜年了啊！一会儿呢，我也得会出去走走亲戚去哈。临出发之前呢，我得把那个今天要包饺子那个馅儿准备出来啊。初一的饺子，初二的面，必须得包饺子。老伴儿刚才还说了哈，今天咱包点什么馅儿的呢？我说给你包个那个鲅鱼馅儿的。这是黑猪肉的梅花肉，你看看肥瘦相间的，这肉包饺子可香了。这个是我那个年前哈买的那个鲅鱼，然后把那肉都剔下来了啊，一会儿把馅儿做出来，把肉都切成了丁，一会儿用绞肉机绞就行。你看这还没化透了，里面还带着冰碴了，没关系，绞肉机带点冰碴也没关系，给它切成小块儿就行，就用这个摩飞的绞肉机绞肉，三个碗儿，用其中的一个碗绞就可以了。看这里边还有这么肥的哈，倒进去，然后把葱姜切成块也放进去就行，特别省事儿。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里边搅的差不多了。看这肉搅的，这个绞肉机好就好在肥肉也能搅得特别的烂，看多好啊，搅的是吧？连葱姜都一起搅出来了。把这个绞刀拿出来，放在这个碗里边，然后把这个鲅鱼再搅一下。鲅鱼这个馅儿，点动几下就行，不要太烂了。好了，这就可以了。肉馅儿、鱼馅儿都搅好了，回来一和馅儿就完事儿啊。我刚才又和了点面，醒着，拜完年回来呢就包饺子。我一会儿呢得取点现金去。说实在的，我口袋里可能连100块钱的现金都没有。取点现金，拜年去，家里有小孩得给红包啊。好，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啊，就出发。收拾好了，我就准备出发了。我说配配这个小纱巾哈，哎，年前给大家分享的这小纱巾，我试了几个，觉得就是这个戴上也挺好看的，这也挺好看。感觉今天是大年初一嘛，稍微带点这个橘色的哈，这是字母橘的，就选它了。好，出发。初一马路上的车还是挺多的哈，一会儿拜完年，赶紧回家包初一的饺子去啊！哎呀，这过年就是图的这个热闹劲儿哈，你来我往的，好几年都没有拜年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了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